不用和这老油条周旋，我直接了当杀上门去。他反而不敢乱来，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证明霍修在青衣楼的真实身份。所以你想拿这些钱做幌子去引出青衣楼，他们见到真金白银，就会来跟你谈生意。我也去，现在就把丹凤救出来。放心，姑娘。 霍修杀死金国王，绑走丹凤姑娘，肯定有企图，所以他必定有防范，等摸清虚实，我们才能想办法营救丹凤，对吧？陆小凤，你唤齐大人吗？不管怎样，我不让我老婆去。送钱而已，干嘛不让我去啊？不让去就是不让去，哪有什么为什么呀？那皇上该吃饭了。 我要去喂饭了。朱婷那么心疼你，还真是少见。所以青衣楼这事儿，我看我是爱莫能助了。哎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老朱。可老朱毕竟是我夫君啊。你有办法的啊。 花满楼说了，小白现在还不能大动，所以不能带我们去找他。花满楼有没有说过要多长时间？很担心丹凤吗？说不担心是骗人的。我认真问你，你对他是动了真情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看到一些事，希望他不是真的。在我们面前的丹凤是个好姑娘。 可你从来都没有疑心过他吗？丹凤的身世和他这个人都像谜一样。我就是怕他在欺骗你，你确定他没有对你隐瞒什么？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他，可是我真的担心你受伤。你担心的有点多了，我阅女人无数，什么女人骗得了我？可你现在爱情里面，双眼会被蒙蔽的。<笑>就在一个多月之前。 你还追着我管我叫老公，我真是没想到你现在变成爱情专家了。失去天松这件事，是我成长中付出的最大的代价，我宁愿不要做爱情专家。陆小凤，我一定帮你找到丹凤，希望你将来不会受伤。我知道你为我好，可亲眼所见的事情也未必全是真相。 我只希望丹凤平安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把她救出来，不惜任何代价。就算有什么疑问，也要当面问清楚。给我点时间，我保证很快，丹凤就会回来。
娘，咱们回吧，天冷了。要找到青衣楼，只要有钱就不会太难。我给了他们一笔非常丰厚的定金，说有个叫陆大龙的人想做生意，他们终于相信。青衣楼有108楼，遍布中原，京城就有50多处，但是都很隐秘。他们是完全的主动，而我们是完全的被动。陆小凤，你很幸运，青衣楼的人已经和我联系了，就在城北的月明楼约你见面，你自己小心啊。哎呀，真是的，最近生意真大，都没有什么人。哎，大爷进来坐坐。大爷再来啊。哎呦，公子里边请。公子请喝酒。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青衣楼啊。公子，我们这里不是青衣楼，却是如假包换的青楼。不知道这2箱黄金可以买到什么样的姑娘。公子，您想要的姑娘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。你啊就等等，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。我早就应该猜到，陆大龙跟陆小凤本就是同一个人。真没想到在这里碰到靖王府的霍总管。你怎么会跟青衣楼扯上关系呢？靖王爷出事以后，魏王爷不收留我，我只好来投靠青衣楼了。幸好你投靠的是青衣楼，而不是青楼，否则我要经常麻烦你喽。好吧，我们言归正传。我们青衣楼从来都是收钱杀人，你陆小凤从来不杀人，不知道我们青衣楼能帮你做点什么呢？我没什么新鲜的，当然是找女人喽。我有位朋友丹凤，被你们抓了，这是她的赎金，还拜托霍总管高抬贵手放人。这价码的确很诱惑，很可惜我早已将丹凤姑娘交给买家了。哦，嫌赎金少了，我再出双倍的价钱，怎么样？不可能。那我用3倍价钱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那也不行。4倍。已经和人说好了。一口价10倍。我倒想知道你背后的金主是谁，可为丹凤花这么多钱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你只管收钱就是了。确实不行，陆大侠，你也知道做生意是要讲规矩的，如果你只为赎丹凤就不用谈了。多有得罪，霍某先告辞了，一会儿会有人来送你。霍总管，请先别急着走，我还有一笔生意想和你谈，不过想先询个价，不知道要多少黄金才够买霍修的命。啊，有没有想我呀？啊，看看你最近是越长越白了，这小皮肤嫩的，哎呀，手感真好。走，往哪儿走？
从不杀人的陆小凤竟然会想到花钱买青衣楼的杀手来杀我，哼。楼主，他留下的黄金怎么办？你有没有告诉他，不管交易成不成，我们收了钱是不退的？说了。嗯。楼主，我们收了他的定金就得给人办事啊。哎，你真的很想我死啊？我不敢，万一陆小凤追究找上门来可怎么办呢？他怎么知道我藏在哪儿啊？他要是真的想杀我，何必通过青衣楼啊？他无非是想知道我和青衣楼之间的关系。不过这陆小凤真是厉害，不能小看了他呀。就算他知道你是楼主，又能把你怎么样呢？我会让你天天不安宁，夜夜发噩梦。这位就是霍神医，久仰大名。陆小凤，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你给我滚出去。你还不嫌弃误人吗？滚出去。是。陆小凤，你真的是很厉害啊，居然找到这里，你想要干什么？丹凤和金鹏王出事都是你搞的鬼，我果然没有猜错。哎呦，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呐。跟我就别装模作样了。那两箱金子算是丹凤的平安费，如果丹凤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我就会铲除你们青衣楼108楼。陆小凤，你今天来就是为了恐吓我？我霍修做生意童叟无欺的，如果你不是谈买卖，赶紧滚蛋。是不是你杀平一凡，拿走了他的金药？你到底什么人，老实招来。哎呦，我真没有拿。这么说你真的知道平一凡，也知道他有金药，信不信我马上就可以禀告太后，治你的欺君之罪？你杀到我面前，指名点姓的威胁我呀？你不就是仗着魏王撑腰吗？你尽管去告啊，看太后信谁。霍兄，我陆小凤是被吓大的，你是个什么货色大家心知肚明。你欺君犯上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，你给我小心。我欺君犯上？喂，陆小凤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欺君犯上了？那我问你，皇上现在在哪儿？皇上自然在皇宫了。那如果皇宫里的皇上是假的呢？你先拿出证据再说话呀。霍修啊霍修，你这隐秘至极的藏身地不也被我找到了？揪出你的狐狸尾巴是早晚的事，你要是不识相，我就把你的丑事全翻出来。哼，我霍修一向只管自己问心无愧，没做过的事情绝不会承认。我真的很佩服你，净说瞎话还能面不改色心不跳，难怪太后会被你信誓旦旦的谎言蒙蔽。陆小凤坦白的讲，我尽力讨好太后是为了发财，只要我依附太后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既可财源滚滚，又能光宗耀祖，这是我的梦想。做断人财路砸人饭碗这种事啊，你是会遭天谴的。幸好啊，幸好上天有眼垂怜霍修，如今有太后庇佑我，劝你还是省点力气吧。要发也不能发，伤天害理之财，敢害我朋友，不会放过你。陆小凤，谁让你们这些人挡我的路，要做我的死敌啊？我就给你们点教训。我相信你的本事，我也不介意和你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们掳走丹凤到底有什么目的，说出来听听。陆老弟，你早问我不就好了吗？我觉得是你弄死了平一凡，你把他的金药给我，丹凤你马上带走啊。你要金药？霍兄，我猜你就是金鹏国的家臣，
你就是上官木。告诉你，平一凡不是我杀的。陆小凤，你太没意思了，骗到我头上来了。哎，我不关心平一凡是怎么死的，你也别管我是谁，总之拿金药换丹凤。哎，不过要快啊，否则等到我自己想办法的时候，一切都太晚了，太迟了。因为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。陈丹啊，爹，我真没想到，我没想到你要多蠢有多蠢，竟然让陆小凤发现了我的行踪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。楼主饶命。哼，你真够蠢的，我慢慢再说说你。我得想办法除掉陆小凤。哎，那丫头现在怎么样了？已经连续三天服用了定魂散，还有四天，很快就大功告成了。好啊，太好了！正好我今天跟陆小凤谈了笔生意，就比谁出手更快，这也太刺激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他认定是我杀了平一凡，拿走金药。除了金鹏王朝的家臣，还有什么人能知道这么多内情？他要我用金药换丹凤的命。这么说，杀死平一凡的凶手不是他，而是另有其人。确实如此，不过霍修太难查了。直接抓他不行吗？他武功很高，又阴毒又狡猾，很难捉摸，轻易动手会吃亏的。陆小凤，你说那个霍修他长什么样子？大腹翩翩，脑满肠肥，看他就是猪八戒的转世。哎，就像老朱那样。怎么会这样？玉面郎君是很英俊的呀。江湖传闻，青衣楼玉面郎君风流倜傥，却心狠手辣，阴毒变态。他的妻子桂花都与他结了仇。那就好办了，我去找桂花，找出霍修就是青衣楼主的证据。也可以，我们一起去。你留下对付霍修，我自己去就行。既然桂花和霍修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们有相同的敌人，相信不难说服他帮我们。霍修他的身份还真是有过多的，上官木玉面郎君，还有青衣楼主。陆小凤说的对，此人十分阴毒狡猾，的确非常的难对付。也许桂花知道霍修的底，接触霍修的真实身份，我就有了真凭实据。要找桂花，就要去一个极为凶险的地方。在哪儿？桂花在地狱人间鬼门岩。人间的弟子原本都是青衣楼要杀的对象，他们为了保命，唯有躲进地狱人间。因为桂花教主就是故意要跟玉面郎君作对，凡是玉面郎君要追杀的人，桂花教主都会出手相救。听说他曾为玉面郎君砍魂子。阿行，你为了陆小凤和丹凤，真不怕以身犯险呐？我不仅为了他们，更为找出真相。真大度。反正你记住，桂花不相信男人，别刺激他。好。公主，怎么没吃啊？这些菜不合胃口吗？这是金鹏山的菜色。只是希望这些小菜都能合你的胃口。
你已经中了我们的定魂散。我怎么了？是我下的毒。你想死在这里啊？陆小峰，陆小峰，你怎么还不来救我？阿信，我想了想，还是不能你一个人去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地狱人间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要不这样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去。放心，我一个人能应付。桂花他既然和霍修反目成仇，一定有难言之隐。好了，放心了，这是女人跟女人的沟通，你个大男人在不方便。我天眼神功已经预见我和桂花一定会成为好朋友。你在说谎。你知道我在说谎，你不用这么直接戳穿我吧。好了好了，就照你的意思，我们分头行事。我回京城去保护太后皇帝，你就去找桂花，一旦找到霍修的证据马上赶回来。记住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就……我一定拔腿就跑。走吧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们是地狱人间的人吗？我被青衣楼的人追杀，我想在你们这躲一躲。躲几天？至少躲到他们放弃追杀为止。那你知道规矩吗？知道，东西准备好了。小姑娘，那就先委屈你了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信。看你年纪轻轻的，为什么会被青衣楼的人追杀？说话呀！我不是被追杀的，我只是想找到青衣楼的人。如果这金子不够的话，我还可以再给。找青衣楼的人，找青衣楼就好了，为什么要牵扯到地狱人间呢？因为这个人只有桂花教主才能找到。你到底要找谁？玉面郎君。你年纪这么小，为什么要找玉面郎君呢？你跟他有仇吗？仇恨算不上，但是需要跟他
打听一个人。谁？丹凤。丹凤是个女人，她是你姐妹亲戚还是？她是我的朋友，被青衣楼的人抓走了，我想打听她的下落。你这么着急的找她是有什么事吗？她帮过我，所以我要帮陆小凤找到她。陆小凤？四道眉毛的陆小凤？丹凤是陆小凤最喜欢的女人。你帮一个男人去找他心爱的女人，用这种方式来讨好他？你误会了，我跟陆小凤之间并没有。既然你们之间没什么，干嘛帮他？我觉得你蠢透了。原来你就是桂花教主。我是不是教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不会帮你。把他带下去。教主，我求求你，只有你才能让玉面郎君现身。小丫头，你才多大呀，你这么年轻就这么作践自己，我看着都觉得丢脸。我帮我的朋友救人有什么可丢脸？难道你真的相信男女之间会有真正的友情？你太天真了。听说陆小凤风流倜傥，好，就算你不是要讨好她，那你敢保证她愿意接受你的帮忙？哼，说不定她笑话你呢。小丫头，笑你不要脸，人家两情相悦你偏要插一腿，记住了，男人都没良心。记住教主的话，带着钱好好过日子去吧。走吧。难道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私情就不能有别的？我虽然没有亲人，但分得清真情假意。先把他带下去。二把手。手下在。你去查一下，看看青衣楼是不是抓了一个叫丹凤的姑娘。另外一定要查丹凤和陆小凤到底是什么关系。是。霍神医，哎呦，霍神医，你可回来了！太后娘娘正找您呢。那也正好啊，我也有事情向太后禀报呢。哦，快请快请。好。找人是你说的，找不到人也是你喊的。你一离宫就是一整天，你到底有没有把哀家的交代当回事啊？太后应该比谁都清楚，找皇上这件事情，绝对不能打草惊蛇，否则引起内忧外患，那这罪责谁也担当不起啊。你到底有没有主意，找到皇帝的下落？实在不行，我就另请高明。主意倒是有一个，可确实是一个馊主意。不过若按此计，一定能够找到皇上的下落。什么办法？这办法，一定要太后亲自颁旨。母后竟然颁下懿旨，要将江南花甲满门抄斩。属下也是刚刚从刑部里得到消息，据说太后下令，每天杀掉花府一口人，直到花满楼出现为止。一定是霍修的诡计，他这么做无非是想逼花满楼把皇上送回宫，一回宫皇上就没命了。那还有什么办法能保住花满楼保住皇上呢？这样，你抓紧时间去找花满楼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他，
之后你立刻赶赴江南，通知他的家人暂时躲避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让霍修借刀杀人，除掉花满楼。是。霍公子，霍公子，霍公子不好了，出事了。老板娘，别急，慢慢说。太后下旨，他要将你满门抄斩。霍公子，快回去看看有什么商议，饮就知道。霍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。可是我的家人是无辜的，他们不应该为我受过。老板娘，皇上就拜托给你们了。皇公子放心吧，我们会帮你好好照顾皇上的。拜托你们了，我现在是朝廷钦犯，要是路上有什么事情，怕会连累你们。对了，你们还是留在这里好好的照顾皇上，千万记住不要现身。好了，老花，你不用多说了，这些我们已经见识过了，你赶紧走吧。拜托了。花公子，路上小心呢。为了顺利地完成这一次任务，我针对他的缺陷做了一些小小的设计，只要根据我的设计，必能一举成擒。打虎，在。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。都给我回去准备吧。是。少主，那我呢？这一次任务不需要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次的任务，不适合你。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什么任务？陪我下一盘棋。陆小凤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真的不太会下棋。继续。尖，真是简单直接。你不让我跟兄弟们一起出任务，不太好吧？任务本来就是大家轮流去做的。你刚从峨眉山回来，好好休息休息。长断，你们是什么人？到底要对付谁？是和我有关吧？你就这么想知道？跳。小飞。
飞燕，你输了。你应该猜到是他。哎呀，离你说的地方到底还有多远？不远不远，都在前面，都在前面。驾！竟然用如此阴毒手段对付花门楼，一定是霍秋的主意。是霍秋，花满楼危险了。知道你拿了密室的钥匙，想救花满楼是吗？是。就算你拿了钥匙，你也救不了他。我一直在想办法挽回局面，没想到竟然中了贼人的奸计。王爷，你已经尽力了。陆小凤，你认为是谁要绑架花满楼？这还用问？想必王爷心中也有答案了。霍修，只要花满楼还在，就可保皇上性命，所以他让太后下旨，趁机在半路绑走花满楼。他把花满楼绑架走，皇上就会马上驾崩。这个霍修分明是要拿皇上的命去要挟皇太后，可是我们却没有证据去向幕后证明他真实的身份。我曾听见霍天星喊霍修楼主，更糟糕的是，他可能还有另一种身份。你说什么？霍秋向我索要金药，还知道平一凡，我怀疑他就是金鹏第三个罪臣。陆小凤，我看你干脆不要等了，我现在就派兵抄了青衣楼，以绝后患。王爷，丹凤对霍秋还有用处，暂时不会有危险。阿信已经去找证据了，我们必须想办法再拖延几天。你想用什么办法拖延？我想王爷准我带皇上回宫。绝对不行！把皇上送回皇宫，那不就等于去送死吗？可是没有花满楼，皇上在外面也一样不能延续生命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王爷别急，先把皇上送回宫。一则皇上经过调养，身体已经比原来有了起色；二则可以平息皇太后心中的怒火。救！救！皇上回宫，霍秋再胆大，也不敢对皇上下毒手。皇太后不生花满楼气，我们才能争取时间，找到霍秋的证据。你最近的饮食还是要以清淡为主，若再让霍神医发现你私下让御膳房给你做小菜，哀家绝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。小人之罪，小人之罪。你别以为这是小事。没人会理会，宫里面人多嘴杂，稍有不慎就掉脑袋。你要给我掂量清楚。太后饶命，太后饶命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启禀太后，陆小凤说有事求见。传。遵旨。太后，那小的告退。不用。起来，坐那儿。起来。
是。启禀太后，陆小凤到了。陆小凤叩见太后。免礼。霍神医，三日不见，别来无恙吧。陆大侠，你我素未谋面，何出此言？三天前我们在青衣楼见过面，莫非那个人不是你？霍修在宫中深居简出，陆大侠一定是认错人了吧？对呀，我是没有证据证明你是青衣楼主，不过你别太得意了。